大家好，前天我发那个小白上去，然后那个老板没有发那个快递费过来，那么我就发不成功了。现在这只小白狗啊，又要退回来闹了。现在呢，我去取快递啊，走。来到了，我看我的狗，在这里，在这里。吼吼吼吼！又听到我声音了，真是气死我了！这样子会让那个小狗很瘦的，拉来拉去啊，真是，它会很消瘦的。走了，回家了。又回来了，过去好像小了很多哦。以后我收不到这个钱款的话，我不发了，我宁愿自己养了也不发了。这样，你看那个小狗很瘦的哦，这样发来发去啊，它又害怕，这样子我不干了以后啊，真的。我就跟这个老板说了，要是我发的货不对版的话，我挤挤带带。世世代代绝子绝孙这样都不行，想让我把那个话都说尽了都不行，那就没办法了。这我说这句话可能会折寿的，但是我要是连我都不相信，你没有人可相信的了。我可以说一句比较那个，那狗撒尿了，就像抽水一样，狗撒尿了，就是太讲诚信了，挣不到钱了。来，回来了，你看瘦了很多，哇，我的妈呀，瘦了好多好多。你看它有这个东西的，这个有这个啊。去到那个快递那里打包，他就有这个喂水给他喝的。来，刚两天时间，前天拿去，然后昨天待了一天，从昨天晚上又开始发回来了。不行啊，这样子发上去，那个狗会很害怕的哦。那个老板怕发那个货不对版，还有就是怕那个拿回去养一个星期那个狗就会死，估计他是在那个网上买那种狗下单就可以买的那一种狗，并不像我们这个农村自己订的这些土狗啊，它的那个生命抵抗力啊是超强的。像我那个在我们本市的那种花鸟市场那种狗也不怎么好，等一会我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一些老板这样子。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去买回来也没养了多久那个狗就死了，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那个在那边的那些狗买回来那么容易死啊。然后平常养你们那样子养的话，这样子会不会死？为啥一发过来那个狗养不到一个星期就死？我想不通，不知道那里那种狗到底为啥那么容易死的，还有那个网上别人一下单就买那一种很容易死的。哇，这好轻哦，小白。你已经很轻了哦。来，我给你来一点饭哈。煮一点饭给你。不能吃这个冷了，不能吃这个，这样重新煮。这种鱼就是我去抓回来粉碎的那些鱼，平常喂这些小狗不用放太多的啊，带那几只小狗一起喂啊。放盐了
不用下卤盐。发东西去给爷爷，我已经上当了三期，上当了四期了。发了那个田鼠，发田鼠去给别人了，我相信他，可是我相信他没用，把那个田鼠发过去给他，我有一些人他订了一个多星期才存到时间，然后我杀好处理好了，忙把它全部弄好了，打包好压上去发过去给他，他说发到那边看货，然后就给钱，我却相信了。发到那里就1000多块钱，飘了。我一回来，我说那个怎么样？签收了，觉得货怎么样？一发过去被拉黑了。我找谁去啊？像这一种人很多很多的，一发货过去就被他拉黑了，这种人很多的。我找是找不到他们，但是他们找我的话，分分钟可以找到我，因为我每个平台我都有我的号的，所以说。不管你怎么样，你都能找到我，但是我怎么去找你？真是我都，所以说这种戏的话，我不会再重演了。那个田鼠都几期，然后那个新烟炮又一期啊，也是付了一半，然后到那里付后面的款，我答应了，我还是你的铁粉，我去。我被骗，骗多了，被骗都被骗出茧了，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这个差不多了，我们拿那个他的网。你看，这白的很厉害的，你看它那么小，这些小白很厉害啊，它欺负别的小狗了。来，接下来你的吃饭很凶哦，好这样哦。那个白的又不得吃什么了？那个白的吃太慢了，怪不得那么小了。这个小狗要分开养才行，要不然它吃不到东西的，抢不到东西的。你看那个白狗吃东西有点慢，都没有了，才吃了一点点那个小白了。这两只已经吃的那个滚滚了。哦哟，我的鸡，我去！我就给拿一，鸡太多了，我去，这里都吃完了，跑去抢大黄了。这一只它的那个耳朵也要立起来了，你看到没有？已经翘了一半了。然后这一个已经立一边，趴一边的了。要两边要准备要立出来了，然后这边白的这个就两边同时立啊，这一只估计也是两边同时立，然后那个狗王就是立一边一边趴，哎呀，怎么回事？这小白吃东西稍微慢一些，加上刚运回来和刚运回来的，他就这样子了。他今天晚上再吃一餐好的。如果立起来了，确实啊，小白。没了。他耳朵。来，我看这只母的有几根，来。这只母的有三根哦，有一根，哦，有三根，这一只母的啊，三根，来，我看那只公的，来，好，来，要舔我，这一只也有三根，有三根哈，三根。
这里三根毛。啊、哎，那小白拉屎都肯定了。来来，这小白有三根，哦，四根。来、啊，大家看，这只白的有四根，怪不得，怎么不一样啊？它这里你看，这里啊，四根对吧？这里，啊，有四根无脊。哎，这小白，怪不得它的脾气很犟。我去，那其他的狗去碰它都不行，其他的狗去跟它玩，只有被它咬的份。奇怪。好，今天就这样子了。那这两只黄的话呢，已经有人定了。那两只黄呢，那只白的呢，就有一个老板叫我发给他那个看他的那个。那个面貌品相这样子怎么样？这样 ，OK 了。今天我们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观看，大家拜拜。